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五月二十当天，婚姻关系维持七年的佟丽娅和陈思诚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面宣布两人已经离婚，并且在这之后，两个人将以情人的身份共同抚养孩子。这一条消息被曝光之后，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讨论。这也是八五后小花里面第三对离婚的夫妇了。杨幂、赵丽颖、佟丽娅都在这几年官宣离婚，婚姻生活似乎也不是特别的幸福。而到现在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婚姻幸福的八五后小花里面，只有刘诗诗和唐嫣了。唐嫣和罗晋的恋情一直都是很多的网友关注的一个点。两个人的恋情维持了很长时间以后选择结婚，在结婚当天也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对这一段婚姻准备了很多。这两年虽然不经常公开露面了，但是也经常在网络上面秀恩爱。除此之外，还有刘诗诗，也是最让大家关注的一个八五后小花了。刘诗诗和吴奇隆通过拍摄古装电视剧《步步惊心》相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面，两个人的恋情时常有传出已经分开的消息。在这之后，两个人用一场非常盛大的婚礼结束了这些流言蜚语。在婚礼当天，刘诗诗的装扮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幸福。结婚之后的刘诗诗也为吴奇隆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两年似乎在娱乐圈里面也不是特别专心发展，专注于家庭生活。去年刘诗诗携带着自己的新作品《流金岁月》回归娱乐圈，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她和倪妮的搭档非常的亮眼，两个人凭借这一部电视剧在娱乐圈里面再次火了起来。而这一部电视剧在今年的各大奖项上面也被提名了很多，两个人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搭档可以说是非常的养眼了，演技各方面也是非常的到位，诠释了两个不同女孩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也可能是倪妮和刘诗诗近两年来最成功的一部电视剧了，口碑也是相当的不错。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刘诗诗似乎再也没有新的作品官宣了，不知道在2021年她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作品呢？前一段时间被拍摄到了去探班杨幂的刘诗诗，两个人勾肩搭背，看起来友情依旧。这也是两个人在合作完《仙剑奇侠传三》之后，再一次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次同框了。和杨幂的友情也确实是持续了很多年，两个人之后两年似乎也没人要合作新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作品，这也是让很多网友十分遗憾的一点。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没有可能再看到两个人一起合作新的影视剧作品呢？不过刘诗诗在娱乐圈里面的口碑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外表，再加上非常优美的体态以及相当不错的演技，为她收获了一批粉丝，口碑不错，婚姻幸福。不知道在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新的作品超过《流金岁月》的口碑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